宋智孝有望出演新电影，呆马东西，演夫妻。韩国演员宋智孝有望出演电影《愤怒的黄牛》。宋智孝所属社方面九日向媒体表示，宋智孝已经收到电影《愤怒的黄牛》的出演提案，正在进行积极商讨。《愤怒的黄牛》讲述了妻子遭歹徒绑架的丈夫与帮手们合力解救妻子的故事。 宋智孝有望在剧中饰演被绑架的妻子，与饰演丈夫的马东锡展开首次合作。愤怒的黄牛计划在四月中旬正式开拍。儿子以为他在电视里。黄晓明为此痛定思痛。大陆男星黄晓明昨天出席博鳌亚洲论坛青年领袖圆桌会议，分享自己的时间管理哲学。 他说：“人的一生非常短暂，一百岁不过是三万六千五百天。所以他认为，在有限的时间里，一定要做自己最想做的事，并且做到极致。你无法战胜别人，所以每天只要比过去好一点点就够了。”他说：“以前他也想做斜杠青年，试着去做很多不同的尝试。大家有时会看到报道说。” 黄晓明又投资这个，又投资那个。说实话，成功的并不多。黄晓明说：“后来他发现，当他专注在本业上，所投注的精神与时间，所得到的回报是非常大的。因此，他特别佩服一生只做一件事的匠人。”黄晓明也举他与儿子小海绵相处的经验为例。他说：“因为经常在外工作。” 小海绵只能透过电视认识他，所以每次有人问爸爸在哪儿，儿子都直觉指向电视。为此，他特地减少外出工作，多多陪伴小海绵，两人的关系便大大不同。黄晓明、昆凌晒小周周正面照，肚子隆起在怀第三胎，周杰伦和昆凌婚后育有一子一女。 小俩口对于一对宝贝儿女的长相相当保护。九日，昆凌在 IGPO 出和女儿的母女装正面照，不过这件衣服的效果也让昆凌看似小腹隆起，引来粉丝猜测在怀第三胎。昆凌今天贴出和女儿小周周的正面照片，她和女儿穿着同款粉红色长洋装，戴着墨镜，站在河边拍着。 画面相当温馨，不过有眼尖的粉丝发现昆凌的肚子有些微隆起，疑似怀孕。网友纷纷询问又怀孕了，第三胎。对此，经纪人表示有哦，那是衣服的关系，娃娃装。七日在澳洲举办演唱会的周董，相隔四年重返老婆家乡开唱，他也带着七小同行。此外， 这趟行程还带领团队在当地拍纪录片，预计年底让公开世界各地开演唱会的花絮。偶像练习生曝抄袭，韩方斥责手法超赤裸。大陆视频网爱奇艺推出节目《偶像练习生》受瞩目，却被爆出有抄袭嫌疑。根据路媒报道，国际节目模式保护协会 （Global Format Rights Protection Agency）。 FRAP 分析结果显示，《偶像练习生》对《韩综 Produce 101》的抄袭度为八十八分，满分一百分，这个数字甚至刷新纪录，对爱奇艺的行为表示震惊和惋惜。而 Produce 101制作方 CJ E 和 M 将自家节目与《偶像练习生》做对比，称《偶像练习生》的抄袭相当赤裸。 包括情节涉及到舞台美术效果，而爱奇艺并未向 CJE 和 M 公司支付版权费。CJE 和 M 也形容，这已不是第一次发现爱奇艺有抄袭行为。过去，中国有嘻哈也疑似抄袭《Show Me the Money》。偶像练习生六日播出总决赛，来自台湾的小鲜肉陈立农获得第二名。 一夕爆红，另一位也是来自台湾的林彦俊则获得第五名，得到出道资格。范冰冰的弟弟范丞丞则获得第三名。子子看节目时，甚至被男友李晨爆料当场爆哭。该节目由在韩国出道的大陆男星张艺兴担任导师而受到关注，蔡依林也曾担任嘉宾。另外，节目舞台被指抄袭。 但总导演陈刚曾表示，这次的视觉设计是他最满意的一次。昆凌晒小周周正面照，肚子隆起在怀第三胎。周杰伦和昆凌婚后育有一子一女，小俩口对于一对宝贝儿女的长相相,相当保护。九日，昆凌在 IGPO 出和女儿的母女装正面照，不过这件衣服的效果。 也让昆凌看似小腹隆起，引来粉丝猜测在怀第三胎。昆凌今天贴出和女儿小周周的正面照片，她和女儿穿着同款粉红色长洋装，戴着墨镜，站在河边拍着，画面相当温馨。不过有眼尖的粉丝发现，昆凌的肚子有些微隆起，疑似怀孕，网友纷纷询问又怀孕了第三胎。 对此，经纪人表示：“有哦，那是衣服的关系，娃娃装。”七日在澳洲举办演唱会的周董，相隔四年重返老婆家乡开唱，他也带着七小同行。此外，这趟行程还带领团队在当地拍纪录片，预计年底让公开世界各地开演唱会的花絮。偶像练习生曝抄袭。 韩方斥责手法超赤裸，大陆视频网爱奇艺推出节目《偶像练习生》受瞩目，却被爆出有抄袭嫌疑。根据路媒报道，国际节目模式保护协会 （Global Format Rights Protection Agency，FRAP） 分析结果显示，《偶像练习生》对韩综《produce 一百零一》的抄袭度为八十八分，满分一百分。 这个数字甚至刷新纪录，对爱奇艺的行为表示震惊和惋惜。而 Produce 101制作方 CJ E 和 M 将自家节目与《偶像练习生》做对比，称《偶像练习生》的抄袭相当赤裸，包括情节涉及到舞台美术效果，而爱奇艺并未向 CJ E 和 M 公司支付版权费。CJ E 和 M 也形容。 这已不是第一次发现爱奇艺有抄袭行为。过去，中国有嘻哈也疑似抄袭《Show Me the Money》。《偶像练习生》六日播出总决赛，来自台湾的小鲜肉陈立农获得第二名，一夕爆红。另一位也是来自台湾的林彦俊则获得第五名，得到出道资格。范冰冰的弟弟范丞丞则获得第三名。 子子看节目时，甚至被男友李晨爆料当场爆哭。该节目由在韩国出道的大陆男星张艺兴担任导师而受到关注，蔡依林也曾担任嘉宾。另外，节目舞台被指抄袭，但总导演陈刚曾表示，这次的视觉设计是他最满意的一次。